天天锻炼，偶尔不锻炼一下吧，不行哎，不够爽。我觉得我要做点青蛙跳。哇，好标准呐！是吗？对啊，你知道我厉害这两个字啊，就只能是给人家做出来。好玩，很狠，可以，挺棒的。哎呦，我都蹦了快50个了。你是中国的盖尔加朵。哎呀，我都站不起来了。你还想练多久？我差不多了。差不多啊，都过来了啊。你真的很厉害。哇啊，真的很厉害。真的很厉害。天哪，彭友伦在。我等你这句话我等一天了。哎呀，你知道我今天为了这句话从早上开始寻找目标，中午寻找目标，下午寻找目标，然后我的最重要的一任务就是要让你对我说说你太厉害了。那你真的很厉害，因为你的身形变化真的挺大的，身上也很有肌肉啊。